你的商机，么么哒。大家好，我是格子，今天是2月20号啊。这个听说好多企业都复工了啊，然后我这头呢，今儿也出来转一圈啊，然后带大家看看我们家这头这个门脸都有没有营业啊。我从前啊往后啊带大家看一遍啊。理发这儿没开，写着医护人员免费理发，但是没开门啊。然后这超市开了，然后咱继续。这边呢，晨光文具啊，也是开门了，但是没人。这也是啊，复印的开了。这个呢，新日电动车啊，暂不营业啊，暂不营业啊。然后呢，啊，这也是一家美发，这家美发呢没开门。然后这是口腔门诊啊，这牌子都摘了啊，也是啊暂停营业。这也是理发店啊，这家营业了。这是培训的啊，搞培训的也是啊没有营业。这个呢学钢琴的啊也没营业。这个是养生的啊也没营业啊，这不写着呢吗？因疫情原因啊，暂停营业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鲜皮啊，也没营业啊。这是母婴纺织啊，女装也没营业啊。这块直接就写一出租啊。好，我这边呢，刚才给大家这个看了一遍啊，就有一家超市啊，还有一家这个理发店营业了啊，剩下的呢不是啊房屋出租啊，就是这个暂不营业啊，有的都把牌子摘了啊。我觉得这样还是挺好的啊，因为专家这边说呢，2月底呢这个疫情啊将达到一个峰值啊，所以呢这个暂停营业啊是对自己负责啊，也是对别人负责啊，还是挺好的啊。好，那朋友们，你家那头的门脸都开门了吗？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啊，咱们相互交流。好，那这期的 vlog 呢就到此为止，拜拜。